不要封锁，要自由。不要谎言，要尊严。我站在这里，不仅仅是为了一名勇敢的抗议者发声，更是为了所有被迫沉默的正义的呐喊者发声。彭立发这位四通桥勇士，因他的勇敢行为被捕，他举起标语反对中共的清零政策，反对独裁统治，引发了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最大的抗议运动白纸革命。然而两年过去了，自2022年10月13号彭立发被捕至今，他仍然下落不明，中共当局一直对他实施秘密羁押，剥夺他一切一个人应享的基本人权。我们今天站在这里，不只为了纪念这勇敢的声音，更是呼吁全球社会督促中国政府释放彭立发，结束这种不公正的迫害。彭立发的抗议不仅仅是为了他个人，而是为了所有被疫情封控影响的人，为了正义和自由。今天我们呼吁全球联动，发出强有力的声音，释放彭立发，释放四通桥勇士，停止迫害，保障人权。我坚信正义虽然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我们一直会站在这里，直到彭立发获得自由，直到中国所有的良心犯获得自由。在2024年10月8号，我们开完庭，然后我们就到这个现场，一个是碧桂园，一个是融创，我们来取证。你看这个地方建了大量的这种房子，有烂尾楼啊，好多都烂尾楼了。这个就是大量的在诉讼，我们也是其中之一。因为当时的话是有疫情，包括那个时候都是期房，他们拿着这个地，然后用这个地在做抵押。这边这就杭州湾的，哎呀，吹嘘的不得了，把这个地方现在大量的诉讼，开发商虚假宣传，再加上疫情，其实房子也都没建，现在很多都是有的没卖出去，有的也没建好，现在都没人住。你看周边什么配套都没有。你看这是2024年10月8号，那么早上我们开完庭，中午过来，他这边就是杭州湾碧桂园啊，融创啊，好多家开发商在这边做了大量的房子，应该是很多还没有做成。这里有一个这个房子挡住了，一直到那边过去，全部都是，一直到那边，就刚才我们在第二个红绿灯那里，我们拍的视频，那这边全部是荒的，就建在那边去了，这里没人。所有的都没人，这么多，其实都是空的。你看，没有一家入住，这些房子都基本上在2022年这个时间段，基本上都车也没两个。上面本来真的做的也是挺好，上面的你看，都花都变成草，都枯掉了，全都没人。这个是已经交付的吗？是的，交付了。哦，这都是交付的房。哇，他这个交付的房有没有交物业费啊？有些人没交，有些人交了。哦哟天啦，你看这人都没有住户，还交物业费。反正是死楼黑楼，你看就是这个海上风华，这布儿都全部都吹破了。看着这边就这个状态，这个建一半落下来一半，好多烂尾啊，几乎每个楼盘都有烂尾的，每
没烂尾的他就勉强交付。这应该好两年了。你看碧桂园这个烂尾楼，烂尾楼它都有。诶，啊，对啊，你看这边，我们又绕到碧桂园的这一边。它这边的话，整个工地这里都变成了空场子，这边的话再建的，你看都空下来了。这个地方它就变成空场子，没人了。这边也是，全部都就变成这个样，没有住户，没有人进出。可以进吗？哦，他这工地，其实工地也，这里就是他们的厂子。这就是他们现在烂尾下来的工地。那这片是不是他的呀？不知道呀，我都已经上了。哦，这个不是，这是绿地的。你看这里看到是绿地的，对吧？对。那个但是这里好像也没人住啊。是的。那空的。哦。这边你看，这里都是空的。是的，等会我看我的腿是哪里。你看这，没啥人。现在是2024年。10月8号中午12点还一点啦，现在一点半中午一点半，这没人的。是的，看就这个状态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9蒸9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9蒸9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